情侣话题多，侯佩岑怀孕两月，老公偏爱小公主。不管是明星情侣还是夫妻，只要身在这娱乐圈，日常出行生子怀孕无一不是话题的来源。对于甜心主播侯佩岑来说，生子的话题无疑将围绕她一整年。昨天怀孕两个月的侯佩岑首度露面出席剪彩活动，这么一来就破除了孕妇不能拿剪刀的民俗，百无禁忌，大吉大利。幸福妈妈脸上洋溢不停的笑意，真是羡煞旁人呢。那阵子真的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先生就说要不要试试看会不会是真的怀孕了。那我就想说应该是没有那个感觉，然后所以真的知道的时候就很意外，可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惊喜。好事成双，侯佩岑的好姐妹吴佩慈最近也产下小公主，这么一来好姐妹就可以一起分享妈妈经了。不知道侯主播是期待生个男孩还是女孩呢？男生女生都好，但是我知道我先生好像比较喜欢女生，因为他们家全部都是男孩子，所以就说他很希望有一个女儿这样。